如风说梦话，八卦天天看。屈服 F 哥75万买第一灵力的金青链，团队集齐三条金青神链，全服第一灵力的金青项链，总灵力达到了357点。昨日以75个的天价交易，买家正是屈服孔庙地府老板 F 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这条项链是漫天套 ，F 哥直接将这条项链买到了恩哥的神器大唐号身上，而 F 哥的地府号则会使用恩哥355灵力的金青项链。这条项链的灵力全服第二，目前已经改成了修罗傀儡妖套装。除了第一灵力和第二灵力的金青项链之外，虚富孔庙还有江河哥的金青抗风项链，相当于他们团队已经集齐了全服最强的三条金青项链。多伦多三兄弟离开沂水雪山，全部加盟屈富孔庙，恩哥买下全服第二扇子，这些人员调整让屈富孔庙的硬件进一步提升。2024年的屈富孔庙依然是全员一起更新的状态，超越2023年的一年七冠机会真的非常大。